的士司机撞小巴，食烟理论云地下。隔来往中环码头和玛丽医院的54号专线小巴，寻日晏昼车住6女3男，沿住江乐道西东行，点知就突然比价，为例右转去东边街的的士撞到左边车头，小巴失控撞向石壁，两个冇受伤的司机即时落车报警兼理论。消息就话53岁姓梁的的士司机边拗边食烟，但系就突然晕咗喺地，连同车上面9个受轻伤的小巴乘客一起送院。据悉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的的士司机目前情况危殆，差人就不排除他是心脏病发才出事。